听说我们雷社的小米办公室来了一个很可爱的动物，走去看看。噔噔，就是这一台小米的 CyberDog 机器狗。这样一条机器狗到底可以做什么呢？表演给你们看。它的中文名叫做铁蛋，你不要看它 robot 这样哦，普通狗可以做到的东西它都可以做到。马上来表演一个握手手动作。哎，很可爱耶。铁蛋握手跟着我左手右手一，哎呀，这是 break dance 来了。再来地板动作 break dance。 Hello, thank you, thank you. 其余还有趴下啦，滚地，哎呦。通常这时候狗是要摸肚子的。双脚站立哦，但是这些都不算什么，最厉害还是可以跟着主人出门去。 OK， 现在我们示范它跟着我走路。 OK， 首先还要先拍我。 Let's go， 走，我们带它出去遛狗啦。你不要看 CyberDog 脑袋扁扁，其实里面装着11个 AI 传感器，配上镜头还有人脸识别技术，可以一直认定主人，跟着主人走。虽然走路速度不快，但是现在认主人这点还算准确，而且带它出去保证回头率 100%， 主人走路都有风啊。你们看，路人全部都围过来看了，呵呵。走路到一半还可以站起来拜年听。其余功能还包括可以跟你聊天啊。狗蛋，它叫铁蛋不是？铁蛋，转身。这个铁蛋还在学习呢，就如你问我，你会做什么？得空聊一下你，报告天气、新闻等等。接下来一起来感受一下 CyberDog 的重量。我们抱它起来看看有多重。拿它上来的时候，它手就会收起来了。一、二、三。哦，仔嚟噶。其实呢，目前这台机器狗还属于第一代的开发用产品，是做不了什么的啦，也就跳跳舞、握个手，顶多跟你走。但是今天的 AI 智能可以套用在狗，未来也同样可以套用在别的地方，比如说交通、医疗、教育等等，拓展性和可玩性就更大了。目前机器狗属于开源状态，任何人有兴趣、有技能都可以报名帮忙 program 它，成为开发者的一员。说机器狗在马来西亚是没有卖的啊，全球也就1000个，多数都在中国。马来西亚好像就只拿到3个，听说其中2个过后一直在马来西亚的米家展出，有看到人记得过去 say hi 哦。就这样，拜。